不是福吗？自古以来，只可能是皇上拥有。尔等是要让我杨坚为天下人耻笑？天下人不会耻笑，天下人需要一个明君，带领他们抗于外敌，结束乱世。只有天下统一，大将军，你才会不负众望啊！丞相，吉时已到，请顺天承运，接受册书吧。下了朝，可以回来歇息吗？当然可以了，婵儿。母后会在这等着我吗？母后总是要等着你的。母后要等着我。婵儿乖，去吧。慢着，大胆奴才竟然走在皇帝身前，只要他一日是皇帝，就容不得你等轻慢僭越，再有不敬。奴才知罪。从今往后，你需称我母。